将近两倍的关系，它能节约两倍的时间吗？节约不了。效果是效果就是说快一点，可能也就最多有三分之一的效率，提高三分之一的效率，不会提高一倍，成倍的增加，增加不了。因为我原来打过一个眼镜水，原来用50的打的和用100的，50的30几秒完成，100的也二十也30多，好像就差四五秒钟，没这么长时间。就效果怎么样？只有效果怎么样？对，交流就快这么一丢点，不是说成倍的增加，就是说你做这个可能需要，行，嗯，在这吧。看得行吗？嗯，看得行，看得行吗？嗯，和1.0吗？嗯。